今天是2016年的3月16号，也是礼拜三。我们来到从利马索，然后来到帕夫这边的海岸线的部分，看漂亮吧？哇 ，amazing， 真的是，海岸线真的很漂亮。正前方看到海就非常有名的叫地中海，哇，漂亮！哇，真的是超漂亮。这是我租的小车186，186。哇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哇，这个景色史上无敌，一美。